今天2007年12月29日又将成为晨发集团发展史上重要而光彩的一页，即将到达生活战略的我们做军工的都知道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全。这个后头这个车间陆续就要搬迁了，咱们这个办公室将来就是一个五星级的酒店。咱们香港去个24层的都没。24层它是来源于一句古诗：“24层芙蓉花，锦官自惜称繁花。”等销嘛，要不到那么多，不就裁掉一些吗？完，我第一批就裁下来了嘛。当时整个420厂都是男多女少，那像我们这样上海来的女孩就更少了。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挣钱，挣很多很多钱，我要给我妈我爸在24层买套房。